美女，美女，我问一下，这附近哪有卖氧气的呀？我感觉我有点缺氧啊。我们这是牧区，附近没有卖这些的。哦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感觉我现在头有点晕。你要不吃这个试试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啊？这是糌粑，你吃一点试试。缺氧的话，补充能量也有用。哦，是吗？那我试一下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美女，美女，等一下，我给你点钱吧。不用了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哎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可能是因为早晨没吃早餐吧。太谢谢你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能稍等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一直有一个侠客梦啊，但现在侠客做不了，那能不能帮我实现一下骑马的梦啊？可以啊，那我帮你牵着。真的假的？那太谢谢你了。那你来吧。好。哎，阿哥，我看你不是本地的，你来我们这边干嘛的？哦，我是来这边旅游散心的。哎，妹妹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哪里有可以洗澡的地方啊？我这来这边快半个月了，没洗澡了。那你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，那里有温泉。温泉？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呦，那太感谢你了呢。那走吧。骑的屁股都骑疼了，妹妹，我们坐着歇一会儿吧。哎，妹妹，还有多远了？不远，就在这下面。哦，就在这下面了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？我叫嘎隆曲西，你叫我曲西就可以。哦，好好听的名字呀。哦，对了，阿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哇，我叫王麻子，你叫我麻子哥就行。你脸上也没有麻子。别笑嘛，这是我爷爷给我取的名字呢。阿哥，离温泉不远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麻子哥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经常洗澡的地方。哦，哇，这真是温泉啊。哎呦，还真是热的呀，大家能洗澡吗？当然能洗澡了，你要是害怕那边的牛偷看的话，那我就去把他们赶走。我主要是怕你偷看。臭不要脸！那我去那边给你放哨。哎呦，那太麻烦你了，谢谢。那我就是。啊，舒服。我洗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土拨鼠啊，你没见过吗？土拨鼠没见过呀，这么大的老鼠也太可爱了。它不是老鼠，它是松鼠的亲戚。我的天哪！啊，不是吧？真的，我们这儿我经常放牛的时候都跟它一起玩的，它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啊，那你家是不是有很多头牛啊？不多，就100多而已。100多头，那还不多呀，那得有值100多万吧？这都是我们的固定资产，不卖的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妹妹，那你们养那么多牛干嘛呀？牛身上都是宝，比如说牛粪可以当柴火烧，还可以挤牛奶喝。哦，确实都是宝。要不阿哥，你跟我回家吧，我给你挤牛奶喝。嗯，不了不了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是不是嫌弃我们藏族啊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就听我的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们藏族人都很喜欢和汉族人交朋友。嗯，那好吧，那就太谢谢你了。阿哥，这就是我们家。哇，你们藏族的房子太漂亮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是你们汉族的房子好看。啊，没有。你们房子全是用石头做的吗？对呀，这样的话比较结实，而且冬暖夏凉。哇，你们太有智慧了。走吧，阿哥进去坐。好。阿哥，你先到这边坐一下。哎，好。哇，你们房子里面是这样的呀，哎，好有特色呀。对呀，我们藏族房子都是这样的。哦，你先在这坐一下。好的。阿哥，你先喝一杯酥油茶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来，阿哥，扎西德勒，欢迎来到我们家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哈达，我们藏族这边的一个祝福。一般远方的朋友到来，我们都会送上哈达。哦，那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也祝你扎西德勒。那阿哥，你先在这坐一下，我去给你挤点牛奶喝。挤牛奶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吗？我还没见过挤牛奶呢。可以啊，走吧。好。哎呦，妹妹，这奶好多呀。对呀，这我们就是经常喝这个奶长大的。哦，难怪你们长得这么漂亮，而且皮肤还这么好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呢，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跟你开玩笑的了。来，阿哥，你尝一下好不好喝？嗯，说不出来的味道。你是不是喝不习惯？没有没有，
那具体要形容一下的话，应该说是初恋的味道。那哥，好吧，我们走吧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这样太麻烦你了。哎，那走嘛，我给你做我们藏族特色的人参果。人参果，哟，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走吧。阿哥，这是我给你煮的人参果。这个是人参果呀？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我太难了。那你想象中的是什么样的？我以为是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吃的那个人参果呢。这个人参果吃了会不会长生不老啊？这个不能，这是我们自己藏区的人参果。哦，那怎么只有一碗呢？你怎么没有？因为我在过年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过年的时候？那你拿个碗吧，我分你一点。不用不用，这是我们一般在远方朋友过来的时候会拿出来招待的。哦，那好吧。阿哥，这是锅盔，你可以就着人参果一起吃，比较合适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妹妹，怎么不见叔叔阿姨啊？叫他们过来一起吃啊。我爸爸妈妈都在山上捡松茸，现在是捡松茸的季节，而我呢留下来看牦牛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哎，妹妹，刚才听说你没有男朋友，那你这么能干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我将来打算找一个汉族人。汉族人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汉族人都挺浪漫的，藏族人的话都挺大男子主义的。哦，那我是汉族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妹妹，那是不是娶你们藏族姑娘需要花很多彩礼啊？大多数的话都不需要彩礼，但比如说女方的话会贴很多嫁妆，像我这样的话，我家有100多头牦牛，会送个20多头羊。真的假的呀？我都心动了。妹妹，我也吃饱了，你们的藏餐特别好吃，感谢你今天的款待。那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也该走了。那阿哥，我给你跳一段舞蹈吧。跳舞？你还会跳舞啊？那是当然，我们藏族有一句俗语说得好，会走路就会跳舞，会说话就会唱歌。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走吧。妹妹，我也该走了。那今天车上呢没带什么东西，这点钱小意思，你收下。不用不用不用。真的，你收下吧。真的不用，真的。哎，那我放这了。哎，阿哥，你等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是我戴了20年的手链，我今天把它送给你。哎呦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拿。没事没事，阿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。哎呀，你把手拿过来。好吧。再见。生活。